Bonjour et bienvenue à tous pour ce nouvel épisode du Chinois Tendance. Le thème du jour est encore Trou Cao, qui signifie partir d'une faille dans les propos ou le comportement de quelqu'un, ou bien de quelque chose qui ne nous convient pas, afin d'exprimer son mécontentement ou sa méfiance de manière moqueuse. Revoyons tout de suite comment cette expression a été utilisée dans la série. Ah, ne pas voilà Trou Cao. 凭什么？迟到早退扣工资，加班却没加班费啊？搞什么？搞什么？我这个月可加班好多次了，害得我面膜费都增加了不少呢。贴了面膜也没见你皮肤好到哪儿去。主席，人身攻击啊！小琪姐，你也来吐槽呗？吐槽？我可不知道说什么。整个吐槽大会就是某个无聊的人搞出来的闹剧。 现在啊，那个都市生活压力太大，不给大家一吐为快的机会，大家都会逼疯的。所以请大家理解一下本主席的良苦用心啊。我说你们这个吐司大会不是抱怨老板的吗？哎呀，不是吐司，是吐槽 boss。 哎，我来，我要吐槽柳图。嗯，他都不好好教我，把原本属于他的活都撇给我干。 你们那个计划早已败露，我就想着听听你们是怎么吐槽我的。忍半天了，到现在我还没吃晚饭呢。哎，还有鸡翅吗？给我一个。哎，行行。刚才在里头憋半天了，没听见你们说我坏话。那就先不取缔你们这个地下小组了。另外啊。 吐槽这个点很好，可以用在咱们的专题策划里，先做一期，是吧？针对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讨论一下这个群体的共同槽点。如果市场反应好，可以考虑做长期专栏。 Trou Cao peut se comprendre comme l'expression d'une critique ou d'une plainte. Par exemple, 这个电影很烂。 Ce film est ennuyeux, pas mal de gens le critiquent sur Internet. Ou bien, mes amis aiment bien se plaindre devant moi. De quoi ils se plaignent le plus souvent ? 哎呀，太讨厌了！老板又让我加班了。加班可以多赚点钱啊！做梦吧，加班给什么钱呢？那也太可怜了。那没办法。这里的服务怎么这么差？服务员都不给我倒茶。哎呀，等一会儿呗。这什么菜单啊？看起来就不好吃。要不，换一家吧。走。行。 Il est normal d'exprimer son mécontentement lorsqu'on n'est pas satisfait. Oui, mais il faut aussi trouver une personne attentive, prête à écouter notre plainte. Bien évidemment, on ne peut pas se plaindre constamment, sous peine de passer pour un éternel insatisfait. Alors, Chuli, est-ce qu'il y a d'autres façons de se plaindre en chinois? Oui, 抱怨. Alors, comment l'utiliser? 他总是抱怨自己. Il se plaint toujours de ne pas avoir de chance. Voilà, tu apprends vite. Yves a dit qu'il n'est pas quelqu'un qui aime se plaindre. Est-ce que vous le croyez? Allez, trêve de plaisanterie, il est temps de passer à l'épisode sur l'expression Trou Cao. Lily，哎，准备一下开会。好的。大家干劲儿都很足嘛，不错。同志们，我有个伟大的提议，咱们第二届吐槽 Boss 大会就在今天下班后举行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人家档期很满的。哎，雪儿，过来帮个忙。来了来了，哎，薇薇姐，我朋友从斯里兰卡带来的红茶，一会儿开会给大家沏一壶，让大伙尝尝。嗯，我去准备一下会议资料。嗯，好的好的。你们接着说，我随时参与。 哎，跑题了啊！会议地点就在咱办公室，大会简餐就盯办公老板。垃圾食品。我要减肥。不要不要，誓师大会是在金钱豹举行的，这二届全会就改成在办公室吃麦当劳了，落差太大，小心脏受不了了。想吃金钱豹没问题，先把欠我的500块钱还我。 小气，不许跑题。大家淡定，吃麦当劳不是因为大家都资金紧张吗？是你比较紧张吧？咱们上次缴纳的会费呢？上次缴纳的会费都在金钱豹花光了。不靠谱。不可能，我建议马上成立检查小组，立即检查会费使用情况。支持。不许吐槽本主席。 开会了，对了，工资不够花也是本届大会重要槽点之一。雪儿秘书，麻烦你记一下。哎，滚！什么鬼呀、啊，沈爱的，上班时间不好好工作，净聊天了，开会。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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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哎，别忘了把钱给我，吃个麦当劳和AA卷，你请客得了呗。 有心再欠一批乌债呢，你给请我吃真的。友情况，问到了预谋犯罪的气息。镇压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明白。下班后探个究竟。好，主意，那就拜托您了。我得去接孩子。丽丽姐，丽丽姐，旗头呢？旗头今天下午去总社了，怎么找他有事儿？他让我做的表格我做好了，想让他看一下。明天吧，他今天应该不回来了。哦，好。怎么这下班时间，大家都不走啊？加班。上班的时候不注意提高工作效率，光下班的时候加班有什么用啊？哎，对了，柳图。 今天正好上你们家那边办事儿，待会儿车一块儿走吧，送你一段。哦，丽丽姐，我刚刚在网上谈了一个国外的女朋友，等一下下我得跟她视频聊天。够可以的呀，臭小子。那好，那我就先走了，你们也早点回去。丽丽姐，拜拜。拜拜，丽丽姐，慢走啊。 丽丽姐，慢走啊！丽丽姐路上小心。走了，走了，走了，快来吧，快来吧，开始吧！快快快！哎，咱们今天开会啊，两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雪儿你先说。我投诉你啊！麦当劳外卖到了。哎呦，刚才看见你们丽丽姐了。啊！ 哎，但是让我躲过去了。嗨，胖神，你现在什么时候开始负责起跨国企业的外卖了？哎，没办法啊，打工族艰难，日子不好混呢。哎，你们这么热闹，开 party 呀、啊？不是 开 party， 开会呢。我们吐槽 boss 小组正在开第二次大会。吐槽？不是吐司，是吐槽 boss。 吐槽明白不？吐槽就是抱怨， boss 啊，就是你的老板。 我们在抱怨老板光让我们加班，不给我们加班费。哦，哎呀，这样啊！哎，我这一肚子委屈的，这不找到主持了吗？哎，亮哥，那个算我一个吧。行啊，没问题啊。啊，就这么愉快决定了，来，快坐。好，咱们开始啊。哎呀，我先来个汉堡。
再想一想，想一想啊。我先抛砖引玉一下，我认为啊，我们现在收入水平偏低的现象，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我的钱包里边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毛主席了。亮哥，你钱都花在姑娘身上了吧？胡说，你可不懂房奴的苦啊。哎，我跟你说啊，我每个月的工资还完房贷以后，就只能上半个月填饱肚子了。那你买房之前怎么没考虑好呢？不是没想那么多吗？我原本着想啊，我的收支水平啊可以平衡。可是家里一出事儿，哎，再说了，我买房还不是为了。啊，好，好，你就别抱怨了，好好做你房奴吧。啊，到我了，我来吐槽。哎，凭什么迟到早退扣工资，加班却没加班费啊？搞什么？搞什么？我这个月可加班好多次了，害得我面膜费都增加了不少呢。贴了面膜也没见你皮肤好到哪儿去。主席，人身攻击啊。小琪姐，你也来吐槽呗。吐槽？我可不知道说什么，整个吐槽大会就是某个无聊的人搞出来的闹剧。啊，现在啊，那个都市生活压力太大，不给大家一吐为快的机会，大家都会逼疯的，所以请大家理解一下本主席的良苦用心啊。我说你们这个吐司大会不是抱怨老板的吗？哎呀，不是吐司，是吐槽 boss。哎，我来，我要吐槽柳托。嗯，他都不好好教我，把原本属于他的活都撇给我干。我那儿呀，那是锻炼你。洗头。雪儿，你不是洗头走了吗？啊，是走了呀。不是我自愿参加的，是柳图逼我的。不头，不是我，是胖晨，是胖晨逼我们跟他一起吐司的。不是吐司，是吐槽 boss。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那个我是跨屋送外卖的，完了是他负责的。他是主席。哎，行了，别互相推诿了。大家都坐吧。你们那个计划早已败露，我就想着听听你们是怎么吐槽我的。忍半天了，到现在我还没吃晚饭呢。哎，还有鸡翅吗？给我一个。哎，有。刚才在里头憋半天了，没听见你们说我坏话。那就先不取缔你们这个地下小组了。另外啊，吐槽这个点很好，可以用在咱们的专题策划里，先做一期，是吧？针对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读者，讨论一下这个群体的共同槽点。如果市场反应好，可以考虑做长期专栏。孙亮，臣在。你这个大会主席也得名副其实点吧？以前只负责拍照片，写稿子的事也得尝试一下吧。这期就交给你策划吧。另外，让郑小琪和你一起，你们多学一些其他的业务，对你们也是有帮助的。臣遵旨。好，大家一起吃点吧。Notre humeur peut être influencée par le comportement des autres. En effet, un sourire en entraîne un autre. Mais l'inverse peut être vrai aussi. La mauvaise humeur peut être parfois contagieuse. Arrêtez de vous plaindre. Faites plutôt face aux difficultés. Ainsi, vous aurez peut-être la chance de récolter le fruit de vos efforts. 苦尽甘来. Après l'effort, le réconfort. Bien, le chinois tendance du jour est terminé. Apprendre le chinois tendance en regardant une série. 下期节目再见。Au revoir.